男篮世界杯小组赛，约旦71-92不敌希腊。约旦规划前锋杰斐逊 Hollis Jefferson 身披24号得到24分，他的一招一式像极了科比，只不过他是左撇子。不少美媒热议，这就是左手科比呀。 FIBA 官方社媒也晒出了杰斐逊的24分集锦，并配文写道，科比一定微笑看着这一幕。有球迷使用镜像将杰斐逊的集锦变成右手，相似程度又增加了几分。杰斐逊本人也转发了多条美媒和球迷说自己像科比的动态。杰斐逊身高1.98米，现年28岁，他是2015年首轮23号秀。他在 NBA 打了6个赛季，先后效力过篮网、猛龙和开拓者，生涯出战305场常规赛，场均9.5分5.5篮板。他上一次出现在 NBA 赛场已经是2020-21赛季的事了。在 NBA 得不到合同后，杰斐逊前往海外联赛征战，先后效力于土耳其、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联赛。有球迷感慨，杰斐逊身穿24号球衣打球的样子和科比已经算是高度相似了，但遗憾的是他是左手打球，要是右手就更像了。很快有球迷使用镜像进行调整，把杰斐逊的出手变成了右手，并晒出了转化后的比赛视频，让不少人感慨100%复刻科比。下面就是镜像后的杰斐逊集锦。 FIBA 官方在另一条杰斐逊的集锦后配文写道，为约旦打球像乔丹那样飞翔。他们这么说是在于约旦和乔丹的英文都是 Jordan。 不过很快就有球迷表示，兄弟，这一下子就想起科比了，为什么是乔丹？这100%像科比呀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